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《三三真乐活》。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，新西兰的房地产结构也在慢慢的进行着改变。奥克兰作为新西兰最大的城市，魅力所在就是房产的多样性。在这里呢，既能找到城市的繁华，也能够享受到乡村的悠闲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可以说涵盖了多样的选择，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您所心动的完美住所。首先我们就来到 City Center 来看一看海港大桥的美景，感受城市生活的现代化与便利，一起去到位于 Freeman's Bay 8号 Hereford Street 的1908号公寓。Location, location, location. 这一套充满现代感的公寓位于奥克兰的市中心绝佳观景区 Freeman's Bay 以及充满小资情调 Ponsonby 的交界处，俯瞰海港大桥和 Waitakere 山脉，从公寓的每一个房间向外望去，美景都尽收眼底。这一套公寓总面积115平方米，非常适合在 City 工作的商务人士或者雅痞群体。其中一大亮点是配有3个位于同一排的停车位和1个储物间，这在该价位的房源当中十分罕见。厨房采用高品质的 Corian 台面，配有博士家电，开放式的设计与宽敞的客厅相连接，客厅和主卧都可以通往大面积的露台，在城市中享受户外生活。主卧套房设有宽敞的步入式衣帽间和配套的私人浴室，旁边还有一个小的书房空间，非常适合在家办公或者当作阅读角。Hereford 的公寓设施齐全，包括恒温户外泳池和宽敞的日光健身房。宠物友好，您可以带着宠物在对面的西部公园晨跑，或者步行至附近 Ponsonby 与 K Road 上的著名餐饮区，尽享美食与都市生活。房主目前已经搬离，属于空置状态，随时迎接新的主人。该房产将于11月6号进行拍卖。如果您是喜欢城市生活的雅痞群体，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套位于绝佳地段的公寓房哦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走进一处非凡的半乡村庄园，这里距离 Cumio 中心仅仅几分钟的车程。这一座意大利风格的别墅不仅充满了优雅的魅力，还融合了自然的美景。一起去看一看这一座位于121号 Access Road 的私人天堂。这是一座单层别墅，建筑设计经典大气，宽敞的生活空间让每一处都充满了奢华享受。更让人心动的是庄园内的地下游泳池和多个带顶棚的露天区域，为家人和朋友提供了无尽的娱乐选择。无论是派对聚会还是私人享受，这里都能满足您的需求。庄园还拥有一个带有生活设施的乡村风格大谷仓，曾经是热门电视剧《Brokenwood Mysterious》的拍摄地，非常适合用作大家庭、客人住宿或者创意项目的场所。此外，一座独立的小屋更是登上了新西兰《家与花园》杂志，温馨时尚的设计非常适合做 Airbnb 短租，或者为家庭成员提供一个独立的美丽居所。对于那些有更大计划或者休闲设备的人来说，这里还拥有一座巨大的独立棚屋，适合停放卡车、房车、船只等设备，储存空间极其宽敞，甚至可以用作商业用途。整座庄园坐落于公园式的园林中，拥有自己的私人水源，既有空间和多功能性，又不失乡村的独特魅力。更棒的是，这里距离 Cumio 城仅仅短途的车程，而距离奥克兰的 CBD 也只有25分钟的车程，非常方便。这是一个拥有优雅、奢华又充满乡村气息庄园的绝佳机会，心动的观众可要赶快联系中介安排私人参观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向奥克兰的北部前行，一起去到奥克兰的奥克兰。这里距离市中心仅仅25公里，以其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生态系统而闻名，尤其啊是适合喜欢户外活动和亲近大自然的游客。奥克兰呢临近奥克兰河口，这里的河流和湿地是许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，尤其是鸟类和海洋生物。接下来就让
我们一起走进189号 Van Ness Road, Auckland, North Shore City。靠近美丽的 Long Bay 及其咖啡馆、商店和迷人海滩，毗邻 Okra Bush Reserve， 距离 Albany 繁华中心仅6公里。这座豪华的住宅为眼光独到的买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、空间和隐私。无论是投资、翻修，还是仅仅享受这座美妙的住宅，都是不可多得的选择。海外业主对这座家园的喜爱已经超过了10年，现在轮到另一个家庭来享受 Okra 庄园的魅力。这座宏伟的住宅坐落在13英亩的土地上，为追求最大隐私和空间的买家提供了完美的避风港。位于美丽的树荫车道尽头，设有大门，2层高的住宅令人印象深刻。正式的客厅和餐厅绝对令人满意。2层高的玻璃窗突出了泳池露台、游泳池、网球场，并且确保了 Okra 河口迷人景色尽收眼底。底层设有乡村风格的厨房、非正式和正式的用餐区、温馨的家庭室、客房套间，以及带有独立楼梯通往上层书房的游戏室，非常适合在家办公。引人注目的特色木质螺旋楼梯连接东西两侧，设有3间大型卧室和宽敞的主人套房，配备有宽敞的卫浴套间、步入式衣橱和思想阳台，享有叹为观止的景色，或者可以漫步于精心打造的园林、牧场和草坪，是彻底可以放松身心的心灵港湾。独立的客房设施齐全，设有4间卧室，并且提供宽敞的停车设施，可以容纳5辆车的车库、船库和充足的停车空间，适合全家人，甚至呢是您家的马和羊。不管您想在这里细分投资翻修，或者呢是想找到一个可以尽情的放松身心的好地方，一切都由您来决定，这里充满着无限的潜力。好了，看到以上的3套房产，您对于奥克兰的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又多了一些了解呢？有没有找到您的心动所选呢？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，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房产资讯。